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我们是呃，这个人体的一个组成里面，骨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啊，一个结构啊，所以它的一个呃，能让我们能够呃顶天立地啊。呃，当然能真正顶天立地的人恐怕不多啊，呃，但是至少能够我们能够站得起来，我们能够行动，我们能够保护我们的内脏器官，我们能够造血，因为骨髓。 这个是骨头，是骨头里面，但是它产生的出来的功能是造血的功能，所以它影响的一个全身性的这样的一个帮忙支撑啊，不只是只是呃身高的支撑而已啊，整个功能的支撑啊，骨头影响非常非常大，这个大家都可以知道，我们也知道我们身上大概两百呃零六块的一个骨头啊，好，那您想一下，两百零六块的一个骨头，我们到底我们身上的。 关节数目，全身的关节数目到底有多少？哎，关节很重要，因为你没有关节，其实一根骨头它也不行啊。它要跟另外一根骨头有交界的时候，我们膝盖才能够弯呐、啊。所以这个关节数目是非常重要，两百五十到三百五十个关节、啊，表示我们要有行动。其实某个地方的折中。 我们某个地方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协调是非常重要，不能啊、呃。这个只是啊、呃，靠一根骨头，它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呃，人体的关节面是这样子啊，不只是我们看得到的那个关节、啊，膝关节、肘、手肘这个关节、啊、其实在这里也有关节。譬如说，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颞耳关节，就是在头颅骨颞骨。 跟我们的下颚骨这个地方有颞颌关节，这个知道。但是事实上，我们在这个骨头啊，头颅骨这个本身之间也有这样的一个类似关节，它交界的一个地方。虽然它是不会动的，但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大脑就只有一块骨头的话，它就没办法四面八方的我们大脑的一个扩展。 它有那样的一个空间呐、啊，所以我们那个大脑，呃，头颅这个地方总共有二十三块的一个骨头，所以才能够组合成那样的一个空间，让我们第一方面，大脑可以有发展的空间；，第二，颜面骨，颜面的啊、呃、这个表情也有它慢慢可以着力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这个确实是非常让人家很惊奇的那样的一个结构。好，可是呢，这个结构也就是头颅这个结构啊。 常常在很多的画作里面啊，啊，其实也不用画作，恐怖片也是啊，肯定它一出现，代表的就是死亡啊，代表就是那么样的呃，这个呃，让人家呃不寒而栗的恐怖感啊会产生出来。其实很多画作里面，它也就借用着这样的一个形象，头颅骨或者是骨骼的这个形象，来提醒我们一些事情啊。这是呃十七世纪呃瓦瓦尔代。 瓦尔代斯里呃里尔这位西班牙的一个画家，他画的，你可以看得到城市间很多的一个东西啊，呃，但是呢，呃，这个在这一位死神的道林之下，啊、呃，这个死神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大家看到这个带着一个镰刀，在这样的一个位置，黑黑的看不太清楚，我们仔细的再稍微看一下，这里有镰刀，然后这在上面。 这有这样的一个字啊，拉丁文这个字在这个位置啊，这个拉丁文字这个字在这个位置，显然也有意思啊。这个意思是什么？转瞬间啊，生死是转瞬间的。上人常常告诉我们，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这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把握掌、呃、掌呃掌掌控好自己的一些行为，让这个。 生死能够清安自在，这当然是最好。但是能够至少把握我们呃拥有的每一个片刻的时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而不至于有时候一回首，哎，发现竟然。 什么痕迹都渺无痕迹的那种状况的时候，这是让人家非常啊、呃，要提醒我们。所以很多的画家就用这样子，这、就是死亡的预言。啊、呃，这位李尔啊、呃，他就用这样的一个画作来去提醒我们，死亡、生死之间，诗词啊，诗人啊，更是啊、呃，也常常呃提醒我们。譬如说有这样的一个词句啊：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啊，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哦，这个情歌，呃、哎，我要写情书的时候可以用一下。这是谁写的？怎么会写的这么样的一个深情款款呢？哎，女的，女生吗？不是，泰戈尔，印度的这位诗人泰戈尔。所以他的一个呃诗呃诗作里面啊，就是他的一个诗词里面啊，都是充满着明快、情感、明亮。 那那种呃互动的一个呃这个中曲啊，其实呃透过他笔下栩栩如生，可以告诉我们，他本身是英国的贵族，哎、呃、不是英国，印度的贵族出身，家持蛮好的，受到很好的教育，所以也把他这份的一个知识跟情感，让更多人可以去理解得到。虽然他是在印度，可是他的影响层面是全世界的。譬如说像这样的进行啊，眼睛为他下着雨，心却为他打着伞。 这就是爱情啊！为什么眼睛为他下着雨，就是表示、啊、流泪啊？可能彼此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冲突啊、啊、呃、不满啊等等，眼睛为他下着雨，心却会是他打着伞，永远要帮他撑起那片天的那份心啊！这叫爱情啊！哇，这这这呃，大家也可以仔细的去想想看，有没有做到这一点？的。好，那另外他写的“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所以你看，随着他的一个年龄，他感受到他写出来的东西啊，当然也就有更他不同的一个味道。这是在都柏林，所以表示他的影响层面是全世界的，不止在印度这个地方。他在一九一三年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也就是亚洲第一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呃这个人人呃这个作者作家诗人啊，这、就、个、是、让人家非常佩服啊。他讲的。 一句话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付诸行动啊！很多事情不要只是诶、哎、天天在那边做分析，我在做呃这样的一个呃考虑啊、呃、未来的计划等等，不是啊。他说，You can across the sea，你不可能去横横跨这个海洋。如果呢，你只是 standing and staring at the sea，如果你只是看着那个海洋，如果你只是站在海洋的旁边，你怎么去横渡？ 那个海洋怎么横渡、横跨那个困难，不是只是看到困难，而需要解决那个困难；不是只是看到那个理想，而是要去让理想怎么样能够实践。这个是泰戈尔非常阳光正面啊，常常给我们的一些啊、呃、这样的一个提醒跟啊、呃、这个。 我们的反省啊，应该是啊，是行动派，泰尔是诗词诗人界的行动派，那这个表示很多的一个行为影响我们非常大。好，给大家看这样的一个耳朵啊，这个跟我们的行为也有关系啊，还是为什么行为有关系、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你连带你会觉得很痒，不要说它痒。 哎，我们自己也会很痒，看到那个状况，因为痒这是一个其实很难克制的，要去抓痒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越抓它就可能越扩散。 啊，这个痒就会更加的一个厉害。那经过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治疗的情形啊，大家可以看到，哎、欸，就明显有一些改善的一个状况啊。这当然必须要呃很积极的治疗，而不是只是说呃这个啊你就不要抓，这这個、很难可以用这样方法来说服的。在这经过啊、呃、大概在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两个多礼拜的时间，大概变成三个礼拜啊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一个月左右。 变成这样的一个恢复的情形啊啊、呃，所以做一个对照，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变化是蛮大的。所以怎么去让它这个痒可以克制下来，就是要靠止痒的药物啊，呃，不是光靠抹的药物，抹的药物是一个辅助性的。大家都会反过来想说，我只要插上什么药啊，就马上不痒，没这回事。要靠吃药，要靠某一些呃这个全身性的一个治疗，让这个痒啊、呃、才有办法克制下来。当然这个源头。 接触性的这个因素啊，还是呃很大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个也不能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像这样的也是看起来就很痒，哎，这个是才几天的功夫啊？这为什么？因为有涂优点哦，所以有伤口还是什么？不要以为涂上优点，这就是很好的一个状况。那像这样子，哎，这边只有一手痒，哎，这很奇怪啊，你这一手没有哎、啊。 哎，富贵手只有一手嘛，很少见了。追根究底，这是什么？这是男生的高尔夫球手套过敏啊！戴上这个手套，只有戴一边，所以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痒啊。所以很多的一个行动我们要做，但是也要知道它可能产生出来的影响。看，你说看。